历史世界频道，顿巴斯战争（英语：War in Donbas） 指二零一四年二月至今在乌克兰东南部顿巴斯的战争，由俄罗斯控制的位于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俄语地区的亲俄势力与乌克兰政府军发生交战。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俄语地区的亲俄势力要求将这些地区并入俄罗斯联邦。 其中，克里米亚在二零一四年三月经过公投后宣布独立，并随后加入俄罗斯联邦。而顿内茨克州及卢甘斯克州当地的亲俄民众也占领了政府建筑物，并升起俄罗斯国旗。有关局势的持续动荡，进一步引起外界对乌克兰爆发内战拖累全球经济的担忧。 冲突易间接导致马来西亚航空十七号班机被击落的事故。战事从二零一四年与二零一五年两次明斯克停火协议签署后有所趋缓，但分离势力沿着两个争议地区的边界继续与乌军方对峙，至今仍有零星冲突。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认定的新俄罗斯是一个历史名词，其历史上的疆域包括黑海北部连接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于18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土耳其战争时产生，包括今乌克兰东南部各州以及库班区域，是凯撒林女皇与俄土战争后取得之俄罗斯领土。 这个词一直使用到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后。之后新成立的苏联政府教育将新俄罗斯土地的割让是作为十月革命的结果，以及对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两国之间的分歧的妥协。乌克兰的独立正是因为列宁签订了布列斯特合约。 史达林时期，乌克兰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苏联一国三票的由来在此。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约瑟夫·史达林并给予乌克兰独立国家地位，并将二战前瓜分波兰之利维夫领土划归乌克兰管辖，理由是让乌克兰民族统一在一个国家里。 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雪夫在一九五六年又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管辖。乌克兰东南部较早被征服，俄罗斯化较深。而在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执行一系列去俄罗斯化政策，引起当地俄意不满，冲突逐渐爆发到东南部各州。 但是在顿巴斯地区抵抗强度最高。顿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在冲突后自行宣布独立，而后两国合并成立新俄罗斯联邦。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底到二零一四年二月下旬，由于时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受到俄方压力。 停止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引发亲欧民众示威等一系列国内政治危机，最终导致亚努科维奇被解除职务，前往俄罗斯寻求庇护。随后，乌克兰反对派上台，组建了临时政府。之后，克里米亚成为危机的焦点，并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公投并入俄罗斯。 乌克兰随后举行了总统选举，波罗申科当选为新一任总统。俄罗斯国内的媒体认为，美国在这次乌克兰政变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且使用双重标准看待克里米亚独立公投、乌克兰政权更迭以及科索沃战争。 其北约东扩的政策和颜色革命试图颠覆其政权，是导致乌克兰内战的主要原因。美国等西方国家则指责俄罗斯煽动并支持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武装发动叛乱，美国及许多其他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动经济制裁。 而俄罗斯媒体声称，高达五千乌克兰平民被政府军炮击而死亡的人道主义危机，西方国家及媒体并未给予高度关注，是双重标准。俄罗斯的舆论不能接受失去在乌克兰的影响力，而由于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重要地位，将乌克兰纳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一体化进程。 使之成为俄罗斯实现大国崛起的战略依托，是普丁治下的俄罗斯的重要目标。但由于西方日益深入的介入乌克兰事务，在乌克兰与俄的竞争日益激烈，而俄罗斯发展模式及其主导的欧亚一体化在与欧盟和北约的竞争中日益失去吸引力。 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倒向西方的担忧和挤压俄战略空间的不容忍，致使其强硬应对亲西方的乌克兰。对普京而言，基辅倾向西方的行动对俄罗斯是一种冒犯。对最新于帝国原有疆界的人来说，这是一场零和博弈。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乌克兰政府决定。 暂停有关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准备工作，同时表示将加强与俄罗斯等其他独立国协国家的经贸关系。乌克兰社会和政治危机自此爆发，触发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至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乌克兰国会解除亚努科维奇的总统职权，使其下台。占领独立广场的示威者冲进政府大楼，并控制基辅。不过，当时亚努科维奇称这是一场政变。俄罗斯一直以此事的合法性，认为是武力政变，拒绝承认反对派国会议长亚历山大·图奇诺夫领导的乌克兰临时政府。 但欧盟、美国及联合国都予以承认。之后，亚努科维奇被迫逃亡俄罗斯，图奇诺夫成为乌克兰代理总统。自二月二十六日起，俄罗斯驻军联合克里米亚亲俄议员开始逐步控制克里米亚半岛。二月二十七日，广泛被认为是俄罗斯特种部队的无徽章军人。 占领了克里米亚最高议会以及新菲洛普的市政大厅。在军人占领的时候，召开了一次紧急议会，决定结束现有克里米亚政府统治，选谢尔盖·阿克肖诺夫作为新任克里米亚部长会议主席、政府总理。阿克肖诺夫属于俄罗斯统一党。 在上一次选举只得了百分之四的选票。随后，克里米亚议会亦宣布在克里米亚举行全民公投。全民公投于三月十六日举行，当地居民以俄罗斯族为多数，亦有部分克里米亚鞑靼人抵制公投。 最后，克里米亚政府宣称百分之九十七的赞成票支持克里米亚独立公投前夕，联合国安理会表决一项声明，公投无效且不影响克里米亚地位，维护乌克兰主权、独立、统一及领土完整的无约束力决议，其中俄罗斯运用了他的否决权，令决议未获通过。 公投结果公布后，欧盟、美国等国家谴责俄罗斯、乌克兰及美国等国家均不承认此次公投。但克里米亚于三月十七日即宣布独立，并要求加入俄罗斯联邦。于三月十八日签署加入联邦的条约，并于三月二十一日在普丁签署法案下正式生效。三月二十七日。 联合国大会则以一百票赞成、十一票反对、五十八票弃权通过了一项维护乌克兰领土完整、指公投无效的无约束利益案。克里米亚入俄后，愈来愈多居于当地的乌克兰人离开，并转往乌克兰其他区域。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于五月二十日表示，已统计到一万人进行迁移，并急需社区服务及住所。这些迁移的居民主要都是克里米亚达达人，他们离开的原因主要都是感到不安全及怕会受逼害。东乌克兰各地在克里米亚公投后，亦爆发亲俄示威。 他们亦要求在东乌克兰举行像克里米亚一样的公投，加入俄罗斯联邦。示威者屡次与警察发生冲突，更于四月初攻占了顿内茨克的政府行政大楼及卢甘斯克的安全部门大楼，并宣布建立顿内茨克人民共和国及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 并决定在五月十一日举行公投，决定是否独立。顿内茨克州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更在四月十七日爆发亲俄武装分子与乌克兰军队的冲突。乌克兰内政部长阿瓦科夫声称，有轻乌武,武装分子袭击当地国民卫队基地，乌军作出反击，击毙三名武装分子。 接着，东乌克兰各地亦继续有亲俄分子占领政府大楼的事件。亲俄武装分子亦控制了斯拉维扬斯克。乌克兰政府宣称，要是进行反恐行动，自四月起派军试图重夺，而与武装分子发生多次激烈战斗。 东乌克兰武装分子于五月十一日如期举行他们控制下的独立公投。乌克兰国民卫队为了阻止公投，在公投当日试图控制红军城市政厅，遂与建筑外群众发生冲突。国民卫队在冲突中更向群众开火，至少造成一死两伤，但公投还是继续下去。 亲俄部队随后宣布公投结果，称于顿内茨克州有百分之八十九的人支持独立，卢甘斯克更有百分之九十六亲俄分子遂宣布两州正式独立并申请加入俄罗斯联邦。然而，乌克兰一直不承认这场公投。图奇洛夫称这场公投非法，乃是掩盖谋杀、绑架。 暴力和各种严罪行的宣传。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里·帕卢比更称，这场公投是普丁的宣传闹剧，如同希特勒与奥地利所做的公投。欧盟及美国一指这场公投并不合法，拒绝承认。俄罗斯总统府则发表声明，对两州人民在公投中表达的意愿表示尊重。 期望基辅与两州代表们以和平原则沟通，并执行公投结果，停止暴力。俄罗斯总理麦德维夫则表示，俄国并无义务拒绝插手当地事务，不愿保证会确保乌克兰领土完整。不过，俄罗斯并没有正面承认两州独立，亦没有正面回应其入俄申请。 在五月二十五日，乌克兰总统选举因亲俄武装分子的阻挠，顿内刺克州许多票站未能开放。而选举后，武装分子与乌军持续爆发激烈冲突。五月二十六日，亲俄武装分子于早上占据了顿内刺克机场，乌军随后为重夺机场。 派出攻击直升机攻击机场内的武装分子。据俄罗斯传媒报道，乌军动用了苏凯二十五、米格负二十九战斗机及米负二十四直升机参战，中宣布重夺机场控制权。在夺取顿内茨克机场的行动中，共有约五十名亲俄武装分子被击杀，另有数十人受伤。 而在斯拉维扬斯克，五月二十九日，有军方直升机遭亲俄武装分子用肩托式导弹击落，造成十二名军人死亡，包括一名将领。乌克兰西部志愿者武装也参加了政府军对亲俄武装分子的攻击行动。六月二十日，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提出和平建议。 并实施为期一周的政府军方面的单方停火。普丁对此表示支持。其后，波罗申科更宣布延长停火令至六月三十日，但最终和谈并没有成果。七月一日，乌克兰总统宣布停火结束，政府军继续对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反叛活动进行打击。 正式终结了仅仅维持了十天的停火。乌克兰总统表示，这是因为反叛者拒绝放下武器，并且还在继续攻击政府军队。七月初，乌克兰政府军进攻亲俄罗斯分离主义者，并且成功夺回了一些他们占领的据点，包括斯拉维扬斯克。 亲俄分离主义者则退至顿内茨克，重新集结。七月十七日，由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马来西亚航空十七号班机在顿内茨克州上空被 S A 十一导弹击落，造成机上两百九十八人全部死亡。乌克兰政府军、东部叛军和俄罗斯政府均否认自己与袭击有关。 武装分子与乌克兰军队于东乌克兰战事不断，双方于东乌克兰人口稠密区域使用重型武器后，更令平民伤亡数字增加。截至八月二十七日，联合国估算冲突已造成两千五百九十三人死亡，而平均每日有三十六人因冲突而死。 乌克兰军方指，俄罗斯已经派出军用车辆、坦克及重型武器进入乌克兰境内参与作战。西方一直指俄罗斯一直支持东乌克兰武装分子及救援车辆，为掩饰将物资送给他们。而俄罗斯对这些指控都一直予以否认。八月二十七日。 俄乌两国总统与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进行首次会面，但普京仍坚持，横图是乌克兰的事，当由亲俄武装与乌克兰政府洽商。俄罗斯只能够为和谈提供互相信任气氛，而乌克兰政府和东乌克兰武装分子代表中，在九月五日于明斯克达成协议，签下明斯克协议。 内容包括双方停火协议于当日十四点 （GMT） 正式生效。协议生效前数小时，马里乌波尔等地据报仍然有冲突，乌克兰战机仍在轰炸武装分子阵地。而在生效一日，虽然俄乌总统都报称停火已大致执行。 但作为冲突热点的马里乌波尔及顿内刺克机场仍然发生冲突。马里乌波尔据报发生炮击，当时由政府控制的顿内刺克机场附近亦有炮击和枪击。九月十三日上午，乌克兰军方宣布他们击退了武装分子对顿内刺克机场的一次攻击，而当地每天亦不断传出炮火声。 顿内刺客武装分子领袖指责乌克兰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乌军则指控武装分子多次主动攻击乌军据点。日丹尼夫卡等地驻守的乌军据报一遭武装分子攻击，爆发激烈冲突。戈罗夫卡、杰巴利采维、基洛夫斯克、多库恰耶夫等多处地方传出乌政府军炮击事件。 双方不断的军事冲突令明斯克协议中的停火条款面临挑战。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俄乌政府及武装分子代表遂于九月二十日加签和平备忘录，定明双方需撤走各自的外国雇佣军，设立宽三十公里的非军事区，重型武器自前线后撤十五公里的条款。 继八月二十二日的第一批人道主义车辆进入乌克兰后，九月十三日，俄罗斯再次在梅的乌克兰政府准许，一没有红十字会委员会人员陪同下，派遣第二批人道主义物资的卡车越过俄乌边境，并的亲俄武装分子护送。 俄罗斯宣称，这些车辆对乌克兰东部民众发放、运送一批共两千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包括食品、药品、医疗设备等。但乌克兰政府一直为防俄军乘机入侵而一直拒绝车辆进入，及后对于俄方车辆再次擅自穿越边界表示抗议。 坚持人道物资该交给红十字会接收、运输及派发，并指物资清单中有部分物品不能视为人道物资。美国表示，俄罗斯人道主义援助违反国际法，人道主义车辆必须乌克兰政府许可同意下能进境。不过，俄罗斯一直否认车队是乘机入侵。 反而顾虑到乌东人道主义危机日益恶化，在乌克兰一直阻止下，才不等乌方许可而下令车队前进。而其后，俄罗斯仍然多次派出车辆，宣称运载人道物资到乌克兰。至二零一五年一月八日，已输送了十一批。十月二十一日。 人权观察组织指出，乌克兰政府广泛使用了被普遍禁用的集束炸弹。乌克兰军方即否认，但乌政府表示会做出调查。及后，乌克兰国防部于十二月初声明，乌军从来没有在东乌克兰战争中使用集束弹。西方一直在俄罗斯否认下，坚称其派军参与东乌克兰战事。 普丁于八月二十九日在与青年营会面时，指俄罗斯拥有核武，警告其他国家别招惹俄国。但九月四日，北约峰会中，北约宣布会加强与乌克兰的合作关系。北约更表示，因应愈来愈多证据显示俄罗斯参与东乌克兰战事，而研究设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援助乌克兰。 普丁遂于九月十日，俄国将发展新一批攻击性武器，包括核武器及常规武器。而据俄媒报道，乌克兰国防部长瓦列里·谢列特于九月十五日称，若世界无法协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乌克兰将重新发展本国核计划。 另外，该国防部长亦于九月十四日表示，北约已开始向乌克兰运送武器，但没有表明是哪些北约国家提供武器。意大利、波兰及挪威亦以否认。北约及乌克兰于九月十五日在利维夫州举行联合军演。北约官方表明，没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但也说，个别成员国能够据与乌克兰的单边协议运送武器。据联合国称，截至二零一七年八月，自二零一四年四月顿巴斯冲突爆发以来，由于敌对行动，共有一万零两百二十五人被杀害，两万四千五百四十一人受伤。这个数字包括乌克兰军人。 亲俄罗斯武装团体的成员和平民。据俄媒消息称，至二零一四年九月四日，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共造成至少三千平民死亡，包括老人、儿童和妇女。东正教堂遭焚毁，约两万军人死亡，七十万到一百万难民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去了俄罗斯。 至今还有大量遗体停留在顿内刺客是太平间，而来不及被验尸、证实身份者不计算在联合国的死亡名单内。截至二零一七年四月至八月，所有乌克兰执法机构、国民卫队、特种部队和边防军等在冲突地区共丧生三千五百八十七人。 其中两千六百五十二人是战斗死亡，而九百三十五名非战斗死亡。截至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战斗损失总计两千三百三十三人死亡，八千三百七十七人受伤。根据首席军事检察官。 马蒂奥斯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的说法：自反恐行动开始以来，近三十二点六万人参加了敌对行动，其中八千四百八十九人受伤，三千七百八十四名军人丧生。同时，在反恐行动中，至少有五百五十四人自杀。 截止二零一七年八月的平民伤亡为两千八百零三人，其中包括在 MH 十七航班坠机中丧生的人。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表示，自二零一四年开始，在乌克兰东部的敌对行动中，有两千五百四十多名平民被杀，九千受伤。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言人二零一六年三月称，乌克兰当局估计有一千六百名俄罗斯军人丧生。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资料，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已有四百到五百名俄罗斯军人被杀。截至二零一八年底。 联合国人权监测团估计，冲突中亲俄部队的总损失为五千五百人。乌克兰东南部的地下军火库储存数万吨的前苏联遗留下的武器弹药，而当地亦有大量兵工厂及熟练的军工产业技术人员，以及被缴获的乌军武器，均成为当地民兵武器来源。 二零一四年九月五日后，乌克兰政府签订了明斯克协议，给予东南部二州法律地位，并在同年十月撤换要发展核武的国防部长，但是遭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反对，他们要求继续作战行动，而国会议长和班德拉组织、右区组织等政党也支持继续作战。 在二零一三年政变后，乌克兰政府军大量临时征召缺乏训练的新兵上战场。乌克兰利维夫州和西部居民组织乌克兰国民警卫队，以清洗和清算前政府亚努科维奇时代留下的政府军和特战单位。许多部队都因对此政策不满而前往乌克兰东部加入当地民兵，与基辅作战。 据分离主义武装单方面统计，在二零一五年一月中的十五天内，乌军死亡了一千四百三十五人。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一日，根据乌克兰军队的被俘士兵说，他们仍然被下达持续作战的命令。乌克兰军方在德巴尔切夫被包围的情况下，却没有通知他们真实战况，而把部队派往该地。 我们在什么都不知道状况下被告知要死守该地，然后就陷入了绝境。在过去的25天，超过2300士兵被打死。自从一月乌克兰政府恢复反恐行动后，失去了一架直升机、179辆坦克、149辆步兵战车和装甲运兵车、135炮枪。 超过两千三百人死亡。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就马上订阅。